宋俊峰同学。啊。听说你不太舒服呀。给。多喝热水。那个。刚才那道例题你会做的吗？要不我教教你。啊，我会了，谢谢。这道题乐丁已经教过我了。也没什么，你下次要碰见这种不会做的题啊，你就问我，我教你。做不出例题是根本不用心。跟你有关系吗？我负责你早恋问题，你分心，我当然有关系。宋云，你太过分了。哎，走走走，咱们打球去啊。不，小峰，你别听他的，不是那样的，不是那样的。干嘛呀？啊，抱歉，没看到。还有啊，我盯着你。给我离宋念峰远一点。莫名其妙。你，抱歉，还是没看到。对了，保安杯拿走。别太过分了，刚才怎么不去追小峰？有什么好追的？不是，是吗？是是是，不好意思啊，因为你之前说你不喜欢交朋友，所以我情欲突然有点短路。来，吃鸡腿。嗯。你平常会做饭吗？嗯。嗯，很厉害。就是一个鸡腿嘛。哎，你也有。哎，这是我的鸡腿。别说话。这本来是要帮苏慕云准备的，但我今天罢工，让他自生自灭。不要管他，我们吃。要不然你也坐过去。不去。谢谢。